安安呢？哎呦呀！边吃早餐边开台，早上本来要找影片剪的，可是发现我上礼拜的这两天好像不在淡水，所以好像没什么影片可以剪，就空窗了。对，蛮是有一部，可是我全程看完剪完之后，发现精华只有六分钟，就想想，可是这六分钟又不是很好笑，我就丢掉了。哎，就这么惨。我越来越早开台，不，没办法。好啦，开始吧。现在是边吃萝卜糕边开台。管理。3100块。我们最常是要什么？哦，要健身。好啊，剪下去。再来是宣传活动。我还是想用这个哎。来，你不用紧张，跟你聊聊天。你还没睡吗，吴缺？赶紧困哦，赶快挂着台去睡觉、哦。哎呦，你命！觉得练这支中路好像不是很好，因为听说后期有faker，想说要不要放弃他去练别的。但想想又感觉又还好。你有没有要练的吗？我又忘了看时间哦，傻眼。他现在刚起床 ，Hello，Hello。管理人员，我的队员，健身。健身，啊，这两个就不用管他了。
早，早安，早安。还好啦，就是应该大家都睡到这时间就开啦。赛事没有，有小知识。周围的队友们正在讨论网络上关于冥王星被小行星移除的新闻。作为一个行星来说，它的体积实在太小，那么在太阳系中最……靠，我忘记了木星。冥王星会移除，那是因为它不是小，它是绕行轨道，根本还没有一圈过，所以它被移除掉。有人还没醒，你在放闪吗？那你去把他叫醒啊，去摸他的手机，拿来挂我的台。你们很棒啊！宣传，看一下哦。这个换成这个。哦，这好像不错。管理建造1000块，八个。不能再来一次了，关闭。我还没报名欸。600块，600块，这个啊。白痴，我以为100%完美嘞。训练完成。
话。还在虐菜吗？也不算虐菜吧，虐汤了吧。平时玩游戏中过程中，如果遇到很逆风的局势，该如何应对呢？早点投降啊，早点下一场啊，早点投降，早点下一场，不要浪费游戏时间。哪个天赋是训练还会加那个啊？好棒哦！哇，什么挖沟鬼捡1000多块钱，所以有可能是捡钱捡到会直接破产吗？真的吗？我看那个扣的钱1000多K，有点怕。有一点怕怕啊，哇，怎么这一场都这么喜欢老后啊，好屌哦。啊，死了。该走了，你看每次都喜欢落单去别人家里被杀哦。真的是死在哈喽哎。再不被粉丝泡死。
我太早了吧？还好吧？早点起来赚钱咯，魔力体力。欸，我晚点换另外一款游戏，因为东特好像快结束，我赶快把东特还有在特价的游戏玩一玩好了。如何？等我们得到世界冠军，我们就换游戏，没有啦。双人线火起来啦！嗨 ，Hello。完全打输他不过还好推塔游戏，胆小鬼怕什么，
方可都可。那我看看我什么游戏。加 ，top， 哎、欸，怎么长那么像？夫妇啊、哦，这是 fofo 吗？嗯，我 support 是不是要换人了？是不是叫我换 support 了？是不是交换 support 了？你也太像了吧！等一下哦，中路、上路啊，上路是不是该换了？管理。上路、上中 support 都要上中，对啊，是 Four 哥哎、欸。那我们是不是要 Four 哥啊？我怎么跑来玩这个？哎、欸，我玩很久了，你都不来看，你看，我玩多久了？现在才来看，是不是要把它踩掉？我要换 Four Four。Jungle Top。好了，我换 Four 哥啦。队员交涉，那我们又要一直去虐菜、欸，才有钱呢、欸。才什么十三周？你在那边考哦，就不会玩哈。第一次玩你在那边考，那你不看可以走开啊。你看啊，都你啊，还有打错了，气死
Hello。那、啊、怎么同时跳出来，同时死掉啊？怎么又是这只？上面是创世神吗？我没更新到吗？等一下、喔，这款叫《电竞传奇》，那怎么会没更新到？等一下、喔，真的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《电竞传奇》，我要简体耶、欸，更新资讯。不会，这款很久了。
因为昨天玩 GTA 玩到后面，整个人是呛掉了，太想睡觉了，抢劫抢到眼睛快闭上了，所以后面一直都在旁边绕来绕去。今天迷之斗士生日是啊，哇！守望者。早啊！我昨天玩了到半夜两点。什么红红什么？查一下。啊，反正今天是要画画啦，白痴哦！碧血狂杀哦，那个我还好哎。啊，不是简单。碧血狂杀我还好。江狗，还是说所谓的练练角色是直接练这个啊？其他都是不用练的。哇，那我二周目的时候就知道怎么玩了、欸。现在都在乱玩。对啊，辅助或中路要换了、啊，不，辅助或上路啊。所以我在犹豫啊。中路要佛哥吗？队员交涉，或是上路？我是 support。但这之中，我们还要继续赚钱。
少钱？200。对啊，要去赚钱。好吃，我的筷子。